音乐课，你们音乐老师被女团选秀节目邀请当评委去了，这节课由语文老师来代课，你们来猜一下带诗人名字的歌曲。夫子请。第一位诗人杜甫。我卖豆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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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五方学校里吃的那张豆腐，这都行。第二位李白。第三位王爷，这位诗人你们不认识了吧，看你们怎么玩谐音。你给我的听听音乐课，你们音乐老师被女团选秀节目邀请当评委去了，这节课由语文老师来代课，你们来猜一下带诗人名字的歌曲。夫子请。第一位诗人杜甫。我卖豆腐豆腐。